欢迎来到阿塔提斯大陆，我是解说徐子涵，我是解说靠。蓝方上路选择了英雄灰矩，擅长突进和承担伤害，中路则是法师黄真操纵犬灵打出伤害和控制，开团型打野铁拳猫娘击杀贝尔，下路保护型辅助瑞莱，最后是下路 AD 哈米利亚，对着镜头潇洒开出大招赫尔离子流，阵容有前有后，相当有看头。倒计时比赛正式开始，重构仪式的对局就此展开，究竟红蓝双方哪方能够赢得最终的胜利呢？灰矩在草里蹲到了四级，有机会，空道没防备上当了，灰矩大招拉中，空道闪现撤回塔下，头很铁呀，越塔拿下一血，来到下路暗流涌动，击杀贝尔一个大招大起两个，哈米利亚在后面疯狂输出，红方打野直冲对面 AD 杀来，这伤害不够啊，红方招架不住，因皮拉被逼出大招复活 AD 库罗，收掉蓝方辅助瑞雷，但哈米利亚太猛了，直接点掉库罗，塔下辅助也倒了，鱼九有没有机会换追着锤，没操作空间了呀，这波哈米利亚拿下三杀起飞了呀，龙坑红方残血绕龙掉被爆，又是击杀贝尔大到四个，因皮拉被秒了，红方库罗空道垂死挣扎，哈米利亚这波输出伤害完全打了出来，没人管呐，红方就想冲单远锋开金身硬拖拿来吧，你哈米利亚四杀，这边红方高地要一波，红方中单远锋和辅助复活，黄真回头一发定住远锋，一套连招瞬间收掉人头，红方硬皮拉还在靠奶拖时间，能不能撑到队友复活，哈米利亚开大直接收走，一下两下三下，恭喜蓝方获胜，新英雄林渊优洒 Hanson 即将登场，接受邀请 UP 开黑。